情话，没遇见的坚决不容击垮，精确的算法，隐形的盔甲，准备好的战车即刻出发，目标原本就看不见，崭新的梦如何实现，从原点到终点，地平线有多远，一路过关斩将多惊险，冲破层层的包围圈，未来赛博一剑，一幕幕实现，以梦为马，世界的复杂，简单的心去对答，一步一步出发，低头指向天涯，终有一天会到达遥远的路，感动着脚下来了道场那么多次，都没来过这儿。这是师父住的后院，很少有人来。这些都是师父近些年收藏的。哇塞，这些东西都好漂亮啊！可是我要用这种去装饰我们家小馆，也太奢侈了吧？你喜欢什么？我可以去和师父说，我还是就找找灵感吧。哎，这个棋盘跟棋子为什么会单独放在这儿啊？这个是永子，产自云南保山。保山呢，古称永昌，是明代永昌人李德章先生用当地盛产的南红玛瑙、翡翠、玉石提炼而成的棋子，因为产自永昌。所以叫做永子。这确实挺细腻的，摸起来就像玉。永子是古往今来举世公认的其中圣品，堪称国宝，现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亮亮，这怎么是墨绿色的呀？在我小的时候，师父就这样拿着棋子跟我说，围棋的世界本就不是非黑即白，遇到光亮的时候，可以千变万化。聊聊，黑柚子糖挂在清晨厨房的树上，晶莹剔透的模样。这柚子汤傻傻的太阳，这边还得再往左来。啦啦啦啦啦啦，一颗在口袋，闪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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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一颗挂在我心上。静初，我刚回来，手谈两局。师父，您怎么想起来找我下棋了？静初啊，你小子的棋最近有变化呀，特别是对贺宇的那一场，你居然舍得放弃局部的角地。在外边筑起了一道墙壁，围起了一块巨空。看来你是想通了，不再死守着不放了。师父，其实我没想那么多，只是凭直觉下的那里。要是以前你可没这个直觉啊，你会拼命的去做活黑脚，哪有这么大气的构思啊？歧路如新路，你的心态变了。可能是因为寥寥。师父，我能看到颜色了。哦，
我看到的寥寥是彩色的。你的眼睛好了？也没有完全恢复，只有寥寥和他接触过的东西是彩色的。哎呦，这么多年了，找了多少心理医生啊，终于是把你这个心结撬开了一道缝。你跟心理医生说了吗？之前说过，最近没有。哎，你还是要再去一次，最好是带着程辽一起去，抓紧这个时机，争取把你的眼睛彻底治好。又有比赛，还要出国。一个国外的男女混合赛，祁愿领导跟我打电话商量，问我能不能以男棋手的身份出战。本来人选是姚科，十番棋之后呢，他的状态一直不好，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也不参加比赛。祁愿的任务不好直接拒绝。男女混双，那是不是还有女棋手？该不会是贺宇吧？你不是不吃醋吗？我反悔了，我又想吃了。孤男寡女，异国他乡的，最容易滋生感情了。再说了，我都没跟你一起出过国呢。我知道，椰林树雨，水清沙白的马尔代夫还没去呢。至于女棋手，贺宇刚回国，应该轮不到他。这还差不多。跟盛景初一起搭档的女棋手，就是贺宇。啊，真是他呀！这次超慢棋巡回赛青岛站，他意外杀进了总决赛，表现很突出，所以我呢跟棋院的领导推荐了他。他的棋嘛，很有冲击力，也很有天赋，棋院想重点培养他，所以就让他跟盛景初搭班子，去参加混双的比赛呗。这个贺宇，第一次看到盛景初就在场外跟他表了白，媒体啊、粉丝啊都拍了下来，网上闹得沸沸扬扬。这个人太厉害了，光是他犀利的表白就够盛景初受的了。不过呢，即使他追不到，我也可以帮他一把。哥，真的是妙招。所以小普，辛苦你了啊，最近跟紧了。盛景初很听师傅的话，出国之前一定会再去做心理咨询的。好，哥，你放心吧。说了吗？得常来。你说你这么长时间不来，我还以为你好了呢。不过我看你这个气色这么红润，是吧？跟这个彩色女孩处得不错。要不是师父提醒，我都忘了还得来您这儿呢。你可不能有了师父，忘了大夫。不过我看你以后啊，也不用常来了。你现在的世界肯定是充满了色彩，也不是完全有颜色的。但是我从寥寥身上看到的颜色范围扩大了。这么神奇的吗？来，分享分享。原来我只有看寥寥是彩色的，可现在他所接触的东西还有两三米的范围内都是有颜色的。
怎么样？怎么样？我当初说什么来着？心理学就是这么神奇，当你这个内心的心结一打开，这个世界立马充满了色彩。哎，不过你这个药不能停。她现在是我的女朋友。可以呀、啊，可以呀、啊，盛先生，你这是把药店都搬家里去了。哎，不过，你跟他说你看到他是彩色这事儿了吗？一直想说，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不能拖，哎，这种事儿一定要主动说，早点说。这个不管是对病情还是对爱情，都是有好处的。哎，你说你现在不说，那人家女孩心思很缜密的，到时候咔，人家自己发现了。一拍两散，前功尽弃了。刚开始的时候，想说来着，但我怕他觉得我很奇怪。结果到了现在，我怕聊聊会不开心，就不知道怎么还好了。哎呀，你们这帮下棋的呀，就是想太多，有病得早治，有话得早说。这都是一个道理，不能拖。好，等我这次从国外比赛回来，我原原本本的全都告诉他。你自己把握，兵贵神速。常来大夫，那我以后还用常来吗？你记得我叫常来就行。贺宇，你怎么知道这儿的？你是盛锦初的女朋友，网上全都是你的八卦。要想知道你在哪，并不难。你找我有事儿吗？这还没营业吗？还没呢，很快了。那咱们换个地方说话。这不就……谢谢。现在可以说了吗？我以为你会来找我。找你干嘛呀？看来你还不知道，和盛锦初一起去国外参加混双赛的就是我呀。还真是你啊！这是祈愿指派的比赛，通常是不能拒绝的，除非是极特殊情况，比如生病或者突发变故。所以，我希望你不要从中作梗，不要让他装病，更不要替他撒谎。哎，我说你这人长得挺好看的，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从中作梗、装病、撒谎啊？词儿用的挺溜啊。我只是喜欢有话直说。巧了，我也是。盛景初既然已经决定去比赛，我就绝不会让他食言，拖他的后腿。不就出国比个赛吗？我有什么好阻挠他的呀？你的性格挺直爽大方，看来还是有一点点优点的。我谢谢你哦。不过，这不足以让你配得上盛锦初，你完全可以找一个跟自己同等水平，也同样讨人喜欢的人。但盛锦初，应该属于我。我说你都给我气乐了。我上次让盛锦初去采访你，那就是公司给我的任务。你不会以为我真把他让给你了吧？哎，美女，我问问你，你见过他几次，说过几句话呀？啊，怎么就觉得他属于你了呢？我和盛锦初在现实生活中没见过几次，但在这儿已经交流过无数次了。观其而知人，我看过他所有的比赛，无数的棋局，我清楚的知道，我和他是可以完美契合的灵魂伴侣。哎，你研究过他的棋，他又没研究过你的棋，你们俩哪门子交流啊？我就知道你不理解。我没必要理解啊。敢不敢赌一个？
赌什么？就赌我和盛景初在比赛前与比赛中完全不交流，但照样能配合默契。如果比赛赢了，就证明我才是盛景初真正匹配伴侣，到时候他一定会清楚这一点选择我。你只需要做的就是愿赌服输，体面离开就好。哎，我发现盛景初有一点跟你特别像，哎，怎么对感情都这么幼稚啊？我凭什么跟你赌啊？如果我输了，我一定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绝不来找你们，这不是很公平吗？为什么不能赌？赌博有风险，入局需谨慎。你这是不自信了吗？哎，你来就是跟我说这些的呀？我是来下战书的。下战书？我看你就是明抢。啊，光天化日之下想打劫？随你怎么想。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阻拦他去参加比赛，而且我一定会鼓励他去。我的熊猫我了解，你根本就没机会。看来你是要跟他一起去了。谁去谁小狗。再见。怎么了？苦大仇深的。我被打劫了。劫你什么了？盛景初。我知道那个叫贺宇对吧？现在全世界人都知道他要抢你男朋友。他这人今天还找上门了，长得还行吧，说话怎么那么不好听啊？我怎么听你话里话外的意思，这是我们小知了长大了，开始有危机感，知道担心了。我才不担心呢，我们家熊猫粉丝那么多，加起来都能绕地球一圈了，我要个个都担心啊，那我头发不早都白了。哎呀，你说他俩一起参加混双赛就算了，还要出国，这出国坐飞机是不是得挨着坐？出了国是不是天天都得见面？房间是不是也是挨着的？每天是不是还要在一起吃饭？哎呦，我一想到这些，我这脑袋都要炸了。好啦，你喜欢盛景初，所以才会吃醋，这都是正常的。但是你知道吗？两个人在一起，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只要你心里知道，他不会跑掉，这就够啦。别胡思乱想了啊！哎，来，吃饭吃饭，慢点慢点。来来来，吃饭吃饭。哎呀，今儿个我们的铁脚阿童木怎么亲自下厨了？难得呀！这小馆都被人家拿走了。我在家不得练练手啊，过过瘾啊。行啦，别想啦，吃饭吧。我不吃了，我要去找盛景初。聊聊，我去跟剧院申请。换别人去比赛，不行。你怎么说呀？你总不能说是怕女朋友吃醋吧？可我对她有抵触，肯定会影响比赛的。你为什么对她有抵触啊？她让我女朋友吃醋。熊猫，我其实很希望你去这次比赛，我想让你全力以赴，为国争光。可是，你能不能让小七陪你一起去啊？别提他了，他女儿生宝宝，走不开。女朋友都没有，哪来的女儿啊？他们家小猫生宝宝，他要留下来照顾。聊聊，你陪我去吧。看来你是要跟他一起去了。谁去谁小狗。再见。我不去。为什么？因为
因为我有信心。再说了，我小馆还有一堆事儿要忙呢，我总不能一直黏着你吧？我知道你心里想着我就好了。想不到，在公交车上捡了这么懂事的一个女朋友，那你乖乖的等着我，我去给你拿个冠军回来。嗯。小馆的事别太着急，等我回来。你就放心的去比赛吧，等你回来。周先生，司机师傅。哎，盛先生，把行李拿下来，我自己打车走。盛先生，祈愿领导有指示了，所有行程要统一管理，您可千万别难为我了。上车吧，盛警叔。请把行李拿下来。你快上去吧。家有比赛，我等你回来。去吧，走了，走了。什么？不喝。我给你带来这个，非常用。不用。你不敢看我？敢。那为什么不敢？不想看。我对别人也是这样，你例外。我对别人不这样。我也是你的例外，还行。哥，就在前面。对，就这个常来心理咨询室。在这等我。好。你好，那个，请问有心理咨询吗？有预约吗？不好意思，没有。有点突然啊。没关系，你坐，你坐，等我一下啊。好。这个出于礼貌，你们不理解我们这种戴假发的，不喜欢戴，特别难受。来吧，说说你的情况。你放心啊，我这个人对病人跟对朋友是一样的，就算你不咨询事情，也可以常来。医生，其实我看不到颜色。哟，先天性色盲？不是。我的眼睛里只有黑色和白色，我倒觉得是心理上的问题，这个您能治吗？太能治了，我是这方面的专家，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手到病除。刚刚我就治好了一个，这种病我特别了解。你是不是在心理上受到过巨大的刺激？
对，这就对了。人在心理上受到刺激之后啊，会反映到生理上，那就会出现一些障碍啊等等。医生，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我最近看到了一个人，他却是彩色的。这么巧吗？您的意思是？哦，没事，你不用管我的意思，你继续说啊。好，我每次看到这个人，他就是彩色的，而且只有他是彩色的，我特别的激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现在满脑子就是想怎么能再次见到他。你后来再见他的时候，有没有感觉那个色彩范围变大？有啊。好了，你这个病啊非常简单。那医生像你说的，你之前医治好过这种病人是吗？当然了，我那个病人跟你这个情况还有点像，他当时这个牵扯到病人隐私，我不太方便说。不过你放心啊，我要是说谎，我这辈子长不出头发来。那我就放心了。哎，哥，怎么样了？所有的事情都对上了。太好了，那这就证明你以前听到的那些话都是真的。没错，医生建议盛景初多接触程了，只要程了在他的旁边，他所看到的色彩范围就会扩大。啊，这也太神奇了吧，还会有这种事？所以盛景初才这么珍惜程了。我细想了想啊，程了也蛮可怜的，也许他只是盛景初为了治疗自己心理疾病的工具罢了。这不是爱情，这是私欲。但是如果让程了离开盛景初，他就会垮掉。那哥，那咱接下来怎么办？把这个宣传单寄到盛景初家里，然后嘛，请大家吃个饭。啊，吃饭？居然在道场里秀恩爱。我们没有秀恩爱，我们是师兄妹之间正常的训练。对哦，正常训练。你管这种训练方式叫正常？对啊。这正常吗？怎么不正常了？这正常。嘿，来，哎，这叫正常。哎，这叫正常。常规操作，你这是公然的撒狗粮，你知道吗？正常，这正正常常的吗？我的天哪，这就又多哟，这么热闹啊。是小师弟。开玩笑，开玩笑。我给你的养生茶喝了吗？喝了，师兄。气色都好多了，是吧？发质都变好了。放心吧，大师兄啊。我这次过来呢，是想跟大家商量商量时间的问题。明天晚上，我想请大家吃个饭。啊？请吃饭啊？好哎。熊猫，你吃饭了吗？没有，刚到房间。还没收拾东西呢。你刚到那儿，肠胃什么的可能都会不适应，你吃东西不要太杂啊。你怎么不说话呀？我就想好好看看你。聊聊，想我了吗？我不想你。那我只能……你只能什么？单方面的表示想你了。我去开一下门。怎么是你？怕你吃不惯这里的东西，专门点了中餐，一起吃吧。用不着，不想看见你。这个贺宇，看着还挺高冷的，怎么跟张丽莎一个套路，还老跑人家房间吃饭？我拒绝的好吧？干得漂亮。
会好好照顾盛景初的。不过你不用谢我，因为他很快就是我的。恩宇，我虽然说是不会下棋，但是盲目自信不是你们棋手的大忌吗？盲目自信与胸有成竹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啊。霍宇，明天见。聊聊，别生气啊。我不生气，我有熊猫，他没有。我去开下门啊。你好，快递。好的，谢谢。在是什么？你有个快递。应该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你帮我拆开看看。好。哎，明天姚科师弟要请大家吃饭，说是要纪念他来九州半年，可惜你不在。那，你得帮我把我那份吃回来。稍等，这边负责人叫我了，我要出去一下。好，那你快去吧。记得你也要好好吃饭，不过不许吃贺宇送过来。当然。拜拜。拜拜。别放那么多辣椒，我刚放过。来了，有些人不愿意吃，张师兄，张师兄，好好好，肉了。这么有诚意，亲自给我们准备了这么多烧烤。应该的。哎，烧烤绝配，啤酒。谢谢。来，干杯！胡萝卜酒。再喝一个，再喝一个。没少喝了。哎呦，师弟。你这刚开始就奔着歇菜去的啊！你快吃点东西压一下啊！你赶紧来来，吃点东西压压来。没事，今天开心啊。师弟啊，你是我们九州的人，以后谁要是敢欺负你，就跟你师姐说，师姐把你出气。对，姚科师说，你要心情不好的，千万别往心里去压着，容易长白头发的啊。来，再一起喝一个啊！来。好，干杯！来，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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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喝点，多喝点。知道没少喝了。来，你说了算。来来来，再喝，再来。我喝了，小柯。大师兄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你心里有一些东西一直过不去，难为你了，大师兄啊。我先说完，今天景初师兄不在，我说点难为情的话。当初我信心满满的向景初师兄请战十番棋，可结果呢，混个惨败的结局。师弟，那棋盘上的输输赢赢本来就是正常不过的事儿。你是九段，你的实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对不对？对。啊、小景师兄就太厉害了，不要太在意啊。西河师兄，啊，输棋不怪任何人，是我自己的棋力不济。我说句实话，我最近真的特别的抑郁。我总是能想到那些当初吵着闹着非要看我跟景初师兄下十番棋的人，转眼间各种在网上落井下石，奚落我。我说句实话，我最近
我连参加比赛，我连坐在棋屏前的勇气都提不起来。我说句实话，我就是解不开自己的心结。心结啊，我觉得每个人心底都会有。你看我，作为一个职业女棋手，我真的一心一意就想升职业棋段。我有的时候觉得我自信满满，我觉得我可厉害了。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实力真的不行，什么也不是。有的时候夜深人静，我一个人患得患失，真的特别压抑。哎呀，说到压抑，我最近真，我这心情啊，就像是坐过山车似的，明明最想要的就在眼前，啊，你一伸手，哎，他就给你拿走；你一伸手，他就给你拿走。我这个心呐，来，陪师叔喝一口，来，喝一个，喝一个。小西叔，你爷这种感觉，我懂，特别懂。好，没事。哎，师叔抱抱。人生啊，总是会遇到一些意料之外的挫折，然后留下一些意难平的心结，直到有一天自己过了自己这一关，可能才算长大。哎，师兄，师弟，你听我，如果真的觉得自己有什么心理疾病的话，一定要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和治疗，你知道吗？心理上的疾病是吧？这心理上的疾病啊，有病你得看啊，你得找医生治啊。我这就遇到过一个贼牛的心理医生，我们家盛先生看了无数个心理医生，无数个，就让他一句话给聊好了。熊猫在看心理医生？那我哪知道？程亮，景珠小时候的事，你应该都知道了吧？我以为他到祈愿之后，由师傅引你们，他就已经……小景师兄他也不常跟我们说他自己的事儿。小石嫂，我跟小景师兄我俩是从小一起长到大的兄弟，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他把自己一层一层的包裹得严严实实，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你也无计可施。性格太过于内敛了，这么多年他内心的孤独和恐惧除了你之外没有人真正的触及过化解过。他能去看心理医生绝对是无奈之举。我知道了，我会好好陪着他，不再让他一个人难受了。聊聊，怎么了？我怎么看你不是那么开心的样子？是不是我走了以后，
他们欺负你了？没有。那你怎么怪怪的？我就是想你了嘛。我也是。熊猫，我都后悔了，我当时就应该钻进行李箱跟你一起走。我也后悔了，我就应该把你这个小狐狸随身携带。你以后遇到什么事情，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的。好，以后无论什么事儿，我都带着你。还有，你要是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不许瞒着我。聊聊，等我回去了，抽出一天时间陪我聊聊天好不好？不止一整天，你什么时候需要我，我随叫随到。晚安。晚安。盛景初九段，贺宇五段，感谢两位能够接受我作为本次巴黎围棋混双赛中国媒体代表的采访，两位真的是默契十足啊！谢谢。盛先生还是一如既往的惜字如金啊。那么我们就直接切入主题吧。据我所知，两位其实是临时组合参与比赛，那么面对一众长时间共同训练、默契十足的对手们，我们有信心获得比赛的胜利吗？当然有，因为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契合度不单只靠时间长才能够累积起来的，而是要以同等的智商与认知水平为基础，才能够迅速的相互理解，建立牢不可破的默契。那我就预祝两位在比赛中大获全胜，能麻烦两位让我拍张照片吗？当然可以。Thank you.